赵斌辟谣500万赔偿道歉传闻将凭受伤真相浮出水面，王润秋被指不负责任。近日，一则关于赵斌支付500万赔偿并道歉的传闻在网络上迅速发酵，引发公众广泛关注。然而，事件当事人赵斌近日通过个人社交媒体平台辟谣，澄清事实真相，并指责另一当事人王润秋在事件中逃避责任，其行为被指不男人。据了解，事件起因于一场意外冲突，江平在冲突中受伤。此前有媒体报道称，赵斌作为涉事方之一，已经同意支付高达500万的赔偿金，并向江平道歉。然而，赵斌在今日发布的长文中表示，这一说法纯属谣言，他从未做出过任何形式的赔偿承诺，也从未向江平道歉。赵斌在文中详细还原了事件经过，并指出王润秋是此次冲突的主要责任人。他表示，在冲突发生时，王润秋不仅未能及时制止事态升级，反而在事后选择逃避责任，拒绝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。赵斌的言辞中充满了对王润秋行为的不满和谴责。对于江平的伤情，赵斌表示深感痛心。他强调自己愿意积极配合调查，为江平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。同时，他也呼吁公众保持理性，不要轻信和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。针对赵斌的辟谣声明，不少网友纷纷留言表示支持。他们认为赵斌的言辞诚恳，逻辑清晰，能够让人信服。同时，也有网友对王润秋的行为表示谴责，认为他应该勇于承担责任，而不是选择逃避。目前，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此事，我们将继续关注事件的最新进展，并呼吁公众保持理性、客观的态度，共同维护一个和谐、稳定的社会环境。对于任何涉及人身攻击、造谣传谣的行为，我们将坚决予以谴责，并呼吁公众共同维护网络空间的清朗与和谐。